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湖的满洲最低温22度，最高温来到28度，就有5成降雨机会。泰武来意春日最低温21度，最高温都有28度。三地门乌台马家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6到28度。高雄的桃园那玛夏茂林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3到26度。嘉义的阿里山地区气温落在13到25度之间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6度，7成降雨机会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气温落在17到26度之间。苗栗的南庄狮潭泰安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有26度，5成降雨机会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6到27度。新北的乌来、桃园的复兴区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26度。宜兰的原乡、大同南澳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28度，6成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最低温25度，最高温都有28度。树林万荣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28度，6成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最低温23度，最高温有28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最低温24度，最高温都有27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7度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25度，最高温有28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来到27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最低温22度，最高温26到28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来到28度。兰屿地区气温落在24到28度之间，而外岛地区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26度，最高温有28度。